人生吃哦，这你要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花生吃也不好吃啊？为什么？花生还是要吃啊？一个是明天的，一个是昨天的。哦，产期。好，这个是现在主任，气候有关系的，就是说，它采收期长，采收期短，它的累积的物质和光合作用，它的物质会不一样。那我们这边产生的就是会从秋天开始产，然后产到冬天这边才会有那个收成，因为它已经快开花，春天的才会开。好，所以就是我们的采收期哦会。就是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把它归类成三种，慢慢的，我口味会越来越重。就是我们这边不像热带，他们就是热，热，它四季都是热，然后晚上冷而已。那我们是春夏秋冬，所以我们的我口味会有类似不太一样。在这边生产，我们如果比较晚采收的人，他就本身跟那个热带要包在。会带一些酸味这样子，然后秋天再早采收，就是比较没有酸味。就是我们现在想要，因为这个也是还在累积一些工作经验，没有办法说一次产生出来的。以前我们在测试这个成分啊，测试它的那个味道啊，在尤其在烘焙的表现啊，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差别。然后所以我们会泡两种，甚至泡三种，因为就是它采收期就是成长期没有固定，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春夏秋冬啊，它热带是冷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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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它的那个微口味会不一样。什么样的季节咖啡最够味最好吃？所以我就让你们喝哪一种，因为有的中国人就比较不喜欢酸，所以有的中国人高山或者是那个说酸就不好喝，就用主观意识去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我们产品呢，我们是希望对有酸的，也有不酸的，也有那个香气不一样的。像这两杯其中就有一点带有巧克力香的。巧克力香是前期采收的还是后期？中期。所以不一样，这个会不一样的香味。对，它的唯一特征啊，但是主要的特征主要是就是以酸和不酸来分。所以酸对咖啡是很重要的。像哥伦比亚咖啡或者像巴西，像班长讲的就是因为它是要在高山这里中间，所以它是靠那个白天很热，晚上很冷，这样子去形成的味道。啊，我们这里不是，这里是四季，就是它是横向，所以时间这样累积到秋天开始，这个比较不会酸，然后到秋天再快进入冬天，会到春天了，像现在还在采收。采收期，所以是十月到几月？十月到三月四月，所以这样大概分三种味道。那像我们这个纬度，细分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比较细。我们这一组个纬度24度的高山啊，像1000多的啊，现在才开始要采，他们还没红。好，还没红。还没红，现在才开始，已经红到快要采了。还没采收完呢，我们这边刚好。要采收完了，然后刚好又要开花，也有一点重叠。所以这个是红的，你们就要采收就对了。对对对。不好意思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咖啡的那个蜜饯。是的，哇，好特别，只要来这边才有。啊，咖啡蜜饯哦。所以那个生长条件，这个就是风土条件啦。那像那个凤梨酥一样，最早凤梨酥是酸的，后来呢，因为要介绍
我们要习惯一个味道，一般都是比较友善的，所以会变成不酸的，很热泡的。所以看今天他可以当一碗的最甜的呀，我也想过了，但是我跟他说 ，preserve sweet something， 这个酸的，这个咖啡杯。为什么会喜欢喝酸的？是因为你的温度啊，天气就不好，现在整个社会是会想要有点味道。但基本上完，喝咖啡，喝咖啡的，因为我也是，那我喝太阳美，就应该是，不酸的会比较可接受，比较甜一点，或者比较温一点会被接受这样。但是假如说，喝咖啡比较有研究的人，他还是喜欢喝酸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酸啊，你没有酸，它就觉得不够。那个跟红酒一样啊，红酒到后面你不够酸，不够涩，那个就那个它的厚度不够了。刚才好像喝开水一样，它就没有味道。把哪个？哦，这就是咖啡的，什么都。